大家好，我是建议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优。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习地道的生活口语。最近我经常听到夸女生飒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哇，这个女生好飒，就是说女生很帅气，像男生一样有自己的脾气，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不讨好别人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很有自己的个性。除了打扮得很飒，性格也很飒。哦，明白了，我觉得花木兰就很飒，德国前女首相也很飒。没错，她们都是很飒的女人。那我考考大家，下面哪张照片你觉得是很飒的女生呢？你大家肯定都做对了。大家也可以留言说说，你觉得哪个女人很飒，为什么？今天我们就学完了，下次再见。再见。